各位嘉宾好，我柯宇瑞，今天是2024年的4月25号，4月25号礼拜四。那今天跟各位嘉宾介绍由法风法师他编辑的这个，他整理的七佛如来定力，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这是唐朝义净法师翻译的哈，然后翻译成中文，然后，法风法师他把它转译成这一个梵文哦，法风法师他还是也是我的那个梵文的恩师了哈。那，这个我有先在 YouTube 里面先听一下那个我的恩师法风法师怎么念的哈，然后再跟各位嘉宾报告一下。好，那我这个资料是从法风法师。他还没出家之前叫简风奇大菩萨，2007年出版的修正版的古梵文，2019年啊、哦，我这个2019年的哈、哦、修正版的，我这个是2019年的古梵文佛教咒语全集哈、哦，啊，这个是法风法师简风奇校注，他已经出家了哈、哦，但是他还喜欢用这个简风奇，他法风现在叫法风法师了哈、哦，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证的哈、哦。在这本教材里面的120页里面就有了哈，120页了哈，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哦，大神咒这样哈，大神咒，好，它这个无病呢延年哈，不会横死了哈，一切业障都消灭这样，然后有所皆能够满愿就对了，有所求皆能够。满愿，好，都能够满愿，这个叫如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然后在介绍大神咒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梵文的这个发音，好，梵文的发音，哦，梵文的发音，这个梵文的发音呢，好，这个梵文的发音，好，梵文的西，梵文的西是发鸡的音，好，啊，CH 呢？西是发鸡的音哦，CH 发七的音，梵文的 J 是发聚的音，那梵文的这个 JH 哈、哦、是发曲的音，JH 是发曲的音哈、哦。那 KSA 呢，在这个药师七佛定力琉璃光如来神咒里面呢、哦、哈，常常有这个 KSA 的这个 KS 的发音哈、哦。KSA 的话是可以发成 K，可以发可，也可以发。个的音，所以有两个音。S 呢，S 有两个音，一个是曲的音，曲，然后一个是续，所以它也可以发成克曲克。这个 S 可以发曲的音的哈，克曲，那也可以发成个曲，也可以发成个哎克下下续的音。S 也可以发续的音的哈，克下个下。好，可以发个的音，KH 发克的音。K 是发个的音的，KH 发克的音，G 呢发个的音，GH 呢发克的音，哈，这是林光明教授的发音系统。T 的话呢，法风法师都把它发音成的音的，TH 发特的音，D 呢发的的音，DH 呢，林光明教授认为是特的音的，法风法师就把它念的音的，哈。好，P 的话呢，林光明教授认为要发 B 的音的，啵的音啵。我看法风法师还是给他发 p 的音的哈，然后呢，ph 呢发 p 的音，b 呢发 b 的音，bh 呢，bh 林光明教授认为是 p 的音，法风法师还是念给他发成 b 的音的哈，那个法风法师会把 k 发成 g 的音，t 哦，这个法风法师他很要求人，他 t 的话他就照这个的音念的哈，t 非念的音哈，好，接下来跟各位嘉宾介绍。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那今天感到非常荣幸呐、啊，有这个荣幸跟各位嘉宾介绍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今天是2024年的4月25号，礼拜四，也是民国113年的4月25号，礼拜四哈。好，这个 T 的话哈，放我们的 T 是发，放我们的 T 就是的音嘛哈。第一个单词就是 T 的音的，是的音的啊大大的啊，那 TH 呢？理论上 TH 哈，TH 就是发特的音哈，所以大的啊塔大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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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H 的话，GH 的话，林光明教授认为发克的音呢、啊，好、哦，不过我看法方法式还是给他发戈的音哈，戈乌孤孤美，ME 是美哈，戈乌孤孤美，孤美，以你么 A 美，以你美，你 he，然后再来是妈，这个 TN 哈的一 D。法方法是把它念成 muddy 然后 muddy，那我会把它念成 matty 比较好记的哈，记它的单字 matty matty，sub，subta 哦 subta，t 事实上理论上要念的的音的哈，理论上正确的发音发音念要念 subta 哦，那我为了记忆方便记忆的哈 subta 好，然后呢，da da ta ga da 哦 da da ta ga。的阿达，如来的阿达，然后 T H A 塔达塔嘎塔，萨摩地呢？萨玛萨玛地萨玛地，D H 要怎么发音呢、啊、D H 在林光明教授的发音方系统里面，他认为 D H 要发特的音呢、啊。不过我换法风法式，好像就直接把它念底嘞。他把它念成那个萨玛地萨玛地。什么 d 好，然后呢加词二的一 d 第四 t 二第四 t day 二第四 t day 好，那 day 的话很容易记成第一嘛，我方便啊，善巧方便，我就把它念成二什么 d 二 r d r a 的发 r 的音呢 r d d 四 t day r d s t day。阿泰、马泰、帕内、帕帕、帕帕，哇！这个咒语里面常常有帕帕这个音哈，帕帕这个单字，帕帕就是罪嘛。然后后面就紧接着就是小达尼、小德阿达尼哦，萨瓦、萨瓦就是所有的哈，帕帕、帕帕是帕阿帕、帕帕，然后呢消除呢，那沙亚、那，然后呢沙沙、那沙亚，哦，那沙亚是消除、消除。哎，各位嘉宾好，继续跟各位嘉宾介绍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大神咒，这是唐朝义净法师翻译的，然后法风法师再把它转译成梵文，这样哈。好，刚才向各位嘉宾介绍这个那沙亚哈，那这个 A 的上面一横是发长音哈，那然后 S 上面一撇的话是许的音。沙沙，那沙那沙呀，那沙呀，不得，乌不乌不不，抱歉，不得不得不得，不是不低哟哈，得得不得，乌不乌不，法方法是把那个发成的 a 得，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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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y 也是body body 的哈，但是不 body 那是 body 菩提，这个是觉悟，不得。不的阿达，乌他美，最甚好乌特阿他乌他美，乌美，然后科乌库库美，不打不打不打就是佛陀了哈。好，KS 来了，这个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有很多 KS 啊哈。K 的话可以发可的音，K 的话也可以发个的音的哈，所以它有两个音嘛哈。S 呢可以发去。去，如果发去的话，跟 ZH 一样是发去哈。然后呢，S 也可以发成续，所以 KSA 可以发成 KCHA、GCHA、GCHA、GCHA。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KSETRA 哈，它这个 KSETRA，它是中文把它翻译成这个意气达那意气。这个字，这个折气折气气哈，它有个气的音哈，所以应该是可 ch 可血哈，可血可血，如果把 s 发成许的音，血好像不是气的音哈，
如果起呢，起也且且，哎，这个有。如果把这个 k 这个 s 发成虚的音哦，虚 h，可是这个 doki 打锣 go doki 打锣，夺夺夺气，夺 doki ki 夺气啊，切 a 切好，切切，所以是应该是可切 zua 好，可切 zua 可，然后去可，然后 s 发去的音哈，去 a 切。这个 s 发什么音呢？就是这个曲的音，好，这个曲的音，曲的音，曲 a 曲，可曲 a 可缺爪，可缺爪，可缺爪，好，可缺爪。然后呢，pari，sodani，pari，sodani，pari 就是周片啊，pari，shoshosho，shoshosho，da da，sodani。的啊大大美，你大美，美美美如美如美如哈，美如美如美如，然后呢，许卡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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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法风法师会把 R 一的 R 的发成 L 音哈，R 一变成 D，许卡瑞 KH 发什么音？KH 发克的音哈，所以这个是 KH 发克的音，克啊卡。许卡瑞，好，然后呢，萨瓦，萨瓦是一切的哈，一切的那个阿卡拉，阿卡拉，阿卡拉，然后呢，这个是密利读哈，密利读，密利 u u 的特 u t，密利 t，阿卡拉，密利 u u 特 u t。然后呢，如果把 t 发成的音的话，u u 的 u 丢丢丢，密利读，m 的话是发密嘛，哈，咪咪，r 呢，这个 r 是发利的音哈，所以这个 r 哈，常常有发利的音，然后下面一点的话是卷舌音，阿卡拉密利丢，密利丢，阿卡拉密利丢，哦，我把它方便嘛哈，把 t 发成 t 的音哈，密利。uu，euu，tuu，米里 tu，阿卡拉，米里 tu，阿卡拉，咪咪，哩哩，米里，uu，tuu，米里 tu，然后阻止，就是一切的横，可以阻止一切的横死了哈。阻止，你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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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i，你妈。那那一你哈，v a va 你妈，ra ra 你 ra r a 嘛哈，ra ra 你你你妈 ra 你，中文把它翻译成尼婆尼婆赖尔尼婆赖尔尼婆婆，v a va v a 常常发成翻译成婆哈，在古代范文里面哈婆，你妈你妈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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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妈你妈 ra 你，好不对不对哈，数。su 是很殊妙、微妙的意思，哈，微妙，更上一层楼，最微妙，数不得觉悟啊，觉悟，觉悟的恭请伟大的觉悟的佛陀不打哈，加持于我，这个有时候哈，这个动词哈，能加持动词啊会放在前面的哈，然后受持放在后面，大部分的哈，这比较少见，大部分的那个梵文的梵咒语哈，大部分是那个。受词放前面，动词放后面，跟德语的发音一样，少部分的哈，少部分的时候，这个就会把那个主词，这个就很完整的，像一个英文一样，主词、动词、受词这样哈，主词不打，动词啊第四，他那啊 a 嘛哈，d h 发的音的一 d 啊第。是啊，第四，他那五个音节，中文把它翻译成这个安提色刹那哈，安提阿底阿底嘛哈，阿底安提色刹那，安提是他那，是他那哈，色刹那哦，是他那，然后呢，阿底是 t t，阿底是 t t，a d h i 阿底。四啊，第四，t t e t t t，啊，第四 t t，然后这个
Adis tana, adis tite，然后保护于我。Tume 保护呢？这个 rak 哈，如这有个叉的音哈，所以它这个是 chia，raks 哈，rock chia，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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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a，它是落差，读米，tume 哈，与我 tume，然后这个 raksa 哈，rock chia，rock chia，ks 是 kchia 嘛哈，有 kchia 的音，rock chia。Rucha 那可哈几乎不发音就对了，子音 Ruck 理论上是应该是 Rucha，然后把那个可哈变得非常轻音 Ru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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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A KSA 怎么发音？KSA 是 Kcha K，然后呢 S 发 Ch 的音 Chia Chia Kcha，就是 Rucha Rucha，那可的音非常轻声 Rucha 就变成落差嘛哈，读米。To me,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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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me。然后 Saba, Deva, Saba, Deva, Same, Asame, Samana。然后呢，迁移 Baharun, Baharun, Baharun 哈，Baharun, Ba 中文把它翻译成这个婆汉男哈，婆汉男 Baha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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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me 与我哦，To me 与我哈，To me。图美，一切的牵引哦，就牵引于我，就是拉我一把就对了哈。沙巴布达菩萨，然后呢，菩萨那个像一切的佛菩萨哈，就是图美于我，除灭于我，把我无始劫所造的种种罪业、杀业、淫乐恶业哈。由贪嗔痴慢疑邪见所造的种种罪业恶业，全部把它消掉哈。所以那个萨巴布达，然后呢，波迪萨特巴，萨特巴，波迪，理论上这个 T 应该发的音哈。我看法师会把它念成波迪萨特巴，萨特巴，波迪萨特巴，波迪，波迪，哦，这就是菩提，波迪，波迪，萨埵婆，萨埵萨。S A 堕呢的音 sad ba 常常中文把它翻译成婆 body sad ba，然后我为了方便记忆哈 SATV 也把它记起来，所以把它念成 body sad ba sha sha shame shame pa sha pa sha pa sha man pa sha man pa pa，然后呢 sha sha。帕夏曼帕普尔夏曼帕夏曼，to me，帕夏曼 to me，P I A 哈，P I A 普尔，这个 P 要怎么发音呢、啊、？P 的话，林光明教授是认为要把它发成 B 的哈。不过我看法风法师他好像也是念成 P，普尔普尔夏夏夏曼帕夏曼普尔。沙帕沙曼，帕沙沙沙曼曼曼，这个中曼哈沙曼就是沙，这个草字头再一个站就是沙的音了哈。曼呢 MAN，那独米独美独米哈，to me 与我哈，除灭于我，除灭把所有的我无始劫以来所造的种种罪业、恶业、杀业、淫业、定业，全部把它消掉。帕沙曼。To me，然后 Sava 一体，然后再是灾难 Upa 抓吧 Upa 抓吧 Upa 抓吧哈 Sava，然后疾病呢哈 Ia 波亚边，比亚大亚，中文把它翻译成比和大爷哈。大爷就是大爷哈，那比和呢？E R Y A Y A，然后呢，这个 Y 哈共用的 V 跟 Y 共BH，哦，这个是那个 E R Y A V E R Y A 哈，V V V Y A 大爷 V Y A 大爷哈，V Y A 大爷 V V Y A。
vidaya 哈 vidaya vv vv 嘛哈啊 iya vya vidaya 疾病，那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把它怎么念呢？iya iya 哦，对，这个恐怕四个音节比较好念，iya 嘛哈，vv vya daya vya daya 一切的疾病。他说，再来是 sabba 哈，然后 sattvanam 复数嘛哈，就是一切的众生，驾一切的众生机，这个息放我的这个息哈，放我的息是发放我的息是发机的音哈，机这个机啊加就是 and 英文的 and 啊驾驾，然后呢 purane 哈 purane 然后呢这里一个 purani yame pur ra ni na i ni pu ra，抱歉了，应该是 pu ran ya mi 哈，pu ran pu ra ran ran r m 哈，r 卷舌音 ra ran 鼻音 pu ran pu，那这个 u 的上面一横就是发长音 pu ran ya me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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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好，然后 sa ba 一切的那个 a sha me 就不吉祥哦，一切的。疾病呢？哈，一切的不吉祥。然后呢，因为受到这个琉璃光明照哦，我持诵这个七婆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然后产生大光明，照耀的一切在我的身上的一切灾难。这个这是主持。然后动词，然后呢，诸佛菩萨除灭于我的一切的灾难、一切的疾病，好，然后呢，一切众生都圆满，好，一切众生都圆满，然后一切众生圆满，好，一切众生圆满，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一切众生圆满，哈，就不吉祥了，就是。不会有不吉祥的事情，远离一切灾难嘛，哈，因为除灭了我的一切灾难、一切的疾病，哈，然后一切的不吉祥，哈，他说一切的不吉祥，因为琉璃光明这样照，哈，照耀，然后呢，一切的众生都一切的罪业全部把它清除掉了，哈。好，这个是什么呢？意思呢？哈，这个第一个主持，一切的众生，and 第二个主持。一切的那个，一切的不吉祥。这里就是因为琉璃光的照射，一切的不吉祥哈，还有一切，然后一切的，因为琉璃光照射了一切的那个阻碍，然后呢，一切的罪业就消除掉了哈，然后我就成就了哈，圆满成就菩提哈，圆满成就菩提哈。好，然后这里，这里有一个哈，这里 sabba 是一切的哈，batvanam 就是一切众生，加是加是 and 的哈，然后呢 purane，然后呢 purane，puranyame sabba 一切的 ashame 这里提到了哈，因为琉璃光持诵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哈，所以这一切的这个琉璃光明一照到一切不吉祥，一切不吉祥，在我身上一切不吉祥，然后一切的罪业就消除掉了哈。愿我所求皆能圆满成就这样哈。好，这里有一个琉璃，vivi，买都雅，vivi。得乌都拜多呀，v i y 得乌都拜多呀，然后呢，光明呢，光明照耀，party 八 say party 八 say party p r a t i party 八 say say salaba papam papam 一切的罪哈，papam salaba pap。Papa 好，Saba Papa，Papa，Saba Papa，然后呢，进出又是 KSA 好，可是它这个是
插秧结晒哈，插秧，然后呢，carry 哈，carry 是结晒，carry 哈就是结晒，插秧呢，秧是秧，yan 是秧哈，啊这个插，这个可，所以它这个 ksa 哈，它 ksa 应该是 ksha 或者 ksha 哈，ksha，那它这有插哈，所以呢 ksha 可能。发非常轻的音，恰克恰，克恰一样，克恰一样，克恰一样。KSA，KSA 的发音哈，KSA 是克恰嘛哈，所以是克恰克恰一样，卡里克恰一样，KSA 克恰一样，克恰一样，恰一样，克发非常轻的音哈，克恰一样，克恰一样，所以练很快的时候就会听到两个字恰一样，克恰一样，好恰一样。然后呢，卡里刷哈，好，这个琉璃光明哈，以照耀的话，一切的不吉祥哈，一切的不吉祥，一切的不吉祥，还有一切的罪业都会消除哈，一切的不吉祥哈，都会消除哈，一切的不吉祥都会消除，这样哈。好，他这一段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一切的萨巴哈不打，然后呢，除灭于我。帕夏曼，to 帕夏曼，to me 除灭于我什么？除灭于我的一切什么东西呢？一切的那个乌帕抓吧，一切的灾难，萨拉巴，米亚达亚，一切的疾病。哦，所以这个七婆如来电力琉璃光如来可以治病的，一切的疾病消除掉就长寿嘛。哈，然后除灭一切的灾难，然后呢，除灭了，然后就是，光明照耀一切的众生，好，光明照耀一切的众生啊，哈，然后一切的不吉祥都会这个消灭，一切的不吉祥哈。当光明琉璃，当七佛如来电力琉璃光如来这个琉璃光明照耀一切的不吉祥的时候，一切的罪业全部净除干净，好。一切罪业尽除干净，所以这个要成佛吼，要修菩萨道，都是要消除罪业就对了。好，好，这里一个萨巴不吉祥，ashamme，然后琉璃呢，by do by do ya 不 i by 不 i by，by do 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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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by do ya，然后呢光明遍照，光明照耀，光明照耀，prati pra prati。巴塞帕提，巴塞帕提，巴塞，萨拉巴帕帕，然后呢，克恰扬卡里，克恰恰恰，克恰扬卡里，克恰扬克恰，克恰 KSA 是克恰，克恰扬卡里，卡里是坐嘛哈，卡里，卡里，往生咒里面也有个咖喱哈，咖喱，然后呢，梭哈，梭哈，就是执行。卡雷就是执行的意思，英文的 implement，执行就是清除，清除。克恰扬卡雷说哈，然后呢，一切清除一切的罪业，好，清除一切的罪业。当琉璃光明照耀一切的不吉祥的时候，一切的罪业都被净除了哈。不吉祥，ashamme，ashamme，好。好，这里有一个圆满，pur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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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美哈，好，然后再除灭于我，pra shaman，tume，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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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man，pra shaman，tume，好，然后我们看一下，tume 就是于我了哈，然后这里一个英梵文单字，牵引，vaharam。瓦哈软哈瓦哈软，然后保护于我，保护。Raksha，to me，Raksha，to me，Raksha，to me，好，然后再是横死，这个单词也不是很好发音哈。Akara mi di u u t u mi di tu，Akara mi di tu，Akara。
Akana Mi Di Tu。 好，一个三叠 C 是一 C Kaka Sikari Sikari Sikari。 好 Sikari， 然后哼接近近 Pari Sodani Pari Shodani， 不是 Sodani， Shodani Pari Shodani Pari Shodani。 好，然后再来是虚名，这个是 M-E-R-U 啊哈 ，Meru Meru Meru Shik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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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Shikari 哦 Shikari。 好，然后再来是 Budde 哦，这个觉悟是 Bubu 啊 ，Budde Buddha Utame Utame， 然后是罪业呢 Papa Papa， 然后亲近 Shodani Shodani。沙摩地呢 ？Samadhi， Samadhi， 然后七呢 ？Sapta， Sapta， Sapta， Sapta。好，加持呢 ？Adi 四 ，Adi 四 ，T T R R， 然后 D H I D H I D E D， Adi 四 ，Adi 四 ，T T Adi 四 ，T T Adi 四 ，Adi 四 ，T E T T T， 好 ，Adi 四 ，T T。然后在这个图哈 ，k chen k chen chua k chen k chen k chen k 嘛哈 ，ch a ch ch a ch k chen chua k chen k chen ch a ch k chen k chen chua chua k chen chua。 好，然后呢，除灭于我。Pua Xia Pua Xia Man To Me Pua P I A， 然后 Xia Xia Pua Xia Man Pua Xia Man Pua Xia Man To Me Pua Xia Pua Xia Man To Me 好 To Me， 然后灾难呢 ？Upa Zhuaba Upa U Pua Pua Upa Zhuaba 灾难灾难疾病呢？这个 Y 共用的哈 ，V E V E I Y V Y。大呀，维呀大呀，维呀大呀，维呀大呀，好。然后再来是圆满，这样哈 ，purane， pur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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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e。然后呢 ，saba， 一切的不吉祥，不吉，一切的这个不吉祥 ，asha， asha me， asha me。然后琉璃 ，v i y， 买多呀 ，v i y， 买多呀。然后光明片照 ，party 八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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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杀了吧，一切的那个啪啪罪业，然后呢，净除干净。可掐痒，可掐痒，可掐痒。卡里，可缺氧氧，卡里，刷哈。好，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嘉宾你的聆听。以上是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的这个大神咒很厉害啊、哦、它持诵大神咒会产生一个琉璃光片照，这样、哦、琉璃光 by 多亚琉璃光明片照哈、哦。Prati Prati 八岁 ，Prati 八岁。持诵这个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哈，它会产生一个琉璃光，然后遍照我们一切的不吉祥，好，然后一切的罪业都尽除干净。萨拉巴啪啪啪啪，然后呢，可缺阿样卡里都会清净，都会尽除干净就对了哈，扫除一切的不吉祥，尽除一切的罪业这样哈。然后还有呢，持诵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如来哈，可以启动一切的诸佛如来哈，萨拉巴。布达、波迪、萨特巴，然后呢，下面、下面，然后呢，除灭于我，普、普、普、沙曼、图美、普、沙曼、图美，灭除我一切的那个萨特巴，一切的一体，还有那个乌帕卓阿巴灾难，乌帕卓阿巴，还有扫除一切治疗一切的疾病，萨特巴，维亚达亚，维亚达亚。好，米亚大雅。
好，那非常感谢各位嘉宾你的聆听。那以上今天报告的内容就是这一个，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好，然后愿以此持诵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的功德，回向海峡两岸人民，永离战争与杀戮，再回向给各位嘉宾。希望各位嘉宾你增加福报，增加智慧，增加寿命，健康长寿。临终的时候身体没有病苦，预知时至，然后呢不用经过加护病房，顺利往生极乐世界，好，早日成佛。感谢您的聆听。那今天跟各位嘉宾报告的内容就是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大神咒，好，大神咒。好，非常感谢您的聆听，好，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您的聆听，好。这个持诵大神咒哈，还有一个好处哎，你看这个，他说一切的横死哈，就是可以启动这个绝妙，已经不得，殊不得，已经悟到人生最高道理的那个诸佛如来哈，那阻止你吧，running，你吧，running，可以阻止一切的横死，一切的横死哈，这个可以让我们本来定业里面。定业里面、罪业里面可能会横死或短命的哈，阿卡拉米利丘、米利丘、米利丘、阿卡拉米利丘哈，一切的横死都可以把它怎样来阻止？你巴 running 哈，所以这个单词非常重要，阻止横死就不会横死就对了，不会横死就长寿了嘛。所以持诵这个七佛如来定力琉璃光如来哈，不会横死就会长寿，然后呢？诸佛菩萨会加持于我，灭除我们的一切的灾难，灭除我们的一切的疾病，好，一切的疾病，然后会产生一个非常棒的这个 Vairu Vaidya 琉璃光，然后照耀我们身上的那个一切的不吉祥，然后让一切的罪业呢能够净除干净，所以它这个是也是可以灭罪的，消除一切的不吉祥，然后呢消除一切的横死，让我们长寿、健康、长寿，好，人生圆满。非常感谢各位嘉宾你的聆听，谢谢你。谢谢。